穿过那道门应该就到了。说起来，之前鹰也问过维尔威的所在，不知他们有没有见到。或许可以问问维尔威，鹰在那之后的行踪。嗯，门上有一张字条：“致我可爱的观众，大魔术师在游乐园恭候您的到来。”就在穿过高塔的另一侧，游乐园。 即将为你展现的，是本世纪最为壮观的实景魔术，有百年难遇的天才，伟大的魔术师。出来，在我拔刀之前。哎呀，不仅在演出中途跑进幕后，还反过来威胁魔术师。这位观众可真是。 够了，魏小薇，现在不是轻松谈笑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凯文死了。你已经知道了。别那样看着我，那些从天而降的纸片飘得到处都是，想不知道也很难吗？没想到继勇士乐土之后，我又一次被夺走了头版新闻的位置，还是被那个凯文。这下我都觉得自己有些失败了。你好像并不吃惊，甚至。 毫不在乎，可能是我看的比较开吧，可爱的观众。也许是我过于精彩的演出，让你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：记忆体原本就是已逝之人。对于我们，死亡并不是多么陌生的词汇。哼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死了，对吧？但那是对你而言，英杰们在留下记忆体的时候。 无一例外都秉持着必死的决心，怀抱了牺牲的准备。我们是十三英杰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，至于外面的我们，反而没那么重要了。比起往事乐土，我更愿意称这里为是我的陵墓呢。记忆体消失，也是早晚会发生的事了。重点不在于此，在于凯文为什么会消失，对吧？好啦，别紧张。 我只是不想佯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但对于这件事的真相，我可能比你还要好奇。虽说记忆体只是数据，却也因此获得了第二种人生的可能，甚至说不定能弥补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遗憾。这么一想，是不是还挺有趣的？这也是艾丽西亚说的，最早就是她来向我们转达了外面的鹰的请求。 鹰不想让身为记忆体的自己知道那件事，就拜托梅比乌斯和爱丽西亚做了点手脚。这世上有些真相，还是不知道比较幸福。如果不知情，就无需做出两难的抉择，可以继续信赖烛火之蛾。作为鹰姐留在同伴身边，鹰，正好，我也想和你聊聊他的事。哦，最后一次见到鹰的时候。 他向我提起了你。最后一次，你的意思是？他也失踪了。哦，这就有些吓人了。他是来找过我，来取回修复完毕的敌罪七雷。他那时的表情可真严肃，还久违的拔出了刀。我都在怀疑，是不是有谁说了不该说的话。敌罪七雷？是啊，鹰的另外一把刀，专门用来清理门户、斩杀叛徒。 而主动拔出那把刀，也就意味着鹰要开始行动了。虽然我是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任务在身了。你是说
你发现了他行为异常，却没有加以阻拦。别这么说，你觉得我能做什么？挡在他面前，然后被劈成两个维尔威？对于英杰，就连产生劝说的想法都是傲慢的。而且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嘛，过于深究，小心自身难保哦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英的事了？莫非你在怀疑是英杀了凯文？我只是想知道他的去向。以防万一，还是补充一句，你最好放弃那个想法。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前提下独自一人干掉凯文，怎么可能？在这方面我可是当之无愧的专家，我做出的尝试恐怕比千劫烧坏的衣服还要多上几十倍。所有维尔威开发的对凯文武装加在一起总数超过四位数，可至今没有一件能达成这个目标。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乐图里，没人能做到这件事。我可是每天都在使劲琢磨怎么才能干掉他。哎，从刚才的发言来看，莫非我才是那个最可疑的人？难道可爱的观众是在怀疑我？怀疑我的对凯文武装终于生效了？这很难说。啊，看来有必要向你展示一下我的对凯文武装精选了。虽然不习惯将失败品示人，但我也得自证清白嘛。那么，可爱的观众，你想先看看哪个呢？一脸期待的样子。如何？是不是已经被我天才的创意折服了？是不是对这些发明越来越感兴趣了？ Yeah! 完全没有。不要这么吝啬你的赞美了，给史上最伟大的魔术师多一点公正的评价，怎么样？剑已出鞘，这个也是我的心血之作呢。它看起来更像是你浮夸的魔术道具。这也是策略的一部分呢，出其不意，然后一击制胜。行吧，看来这个还得多加改进。
好眼光。你管这叫对凯文武装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万一凯文的弱点就是这个呢？有点没尽兴呢，要不要再试一次？啊，这个是……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现在已经不能用了，型号666。正式名称是乐土数据无差别不可逆大惊喜清理工具，就是一串能一键删除整个往事乐土的命令了。你说删除整个往事乐土，这样就能确保消灭掉记忆体凯文了。不过很可惜，连我也会被一起删除，所以就把这项发明废弃了。而且现在它的启动条件也不复存在了，总之就是无法使用了。你的这些发明是挺创意十足的，这样你也能确信杀死凯文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了吧？同伴，看不出你是这么有同伴。毕竟包括我在内，英杰之中的确有不少13英杰，也都是普通人嘛。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甚至各自都有离开这里的动机。我想想啊，除了英以外，梅比乌斯、千杰、阿波尼亚，不用我多说，应该已经在你的嫌疑人名单上了吧。而其他人，比如艾丽西亚，其实你也一直在怀疑他和相信他。凯文呢，老是板着个脸什么都不肯说，心里只有为人类而战，没准哪天就跑出去。起点总是说他属于旧时代，但实际看起来对新生的世界也很感兴趣呢。毕竟是艺术家嘛，谁不渴望新的灵感呢？苏，我是不知道他用千界一城看到了什么，但在那之后他就对凯文和梅比乌斯格外关注，谁也说不准觉者心里在想什么。科斯摩一定很想出去看看方舟计划的结局吧。格蕾修也明显在对其他人隐瞒什么。华倒是个老实人，但谁能肯定这里的华依旧还是华呢？同理帕朵也是一样啊。所以你看，凶手显然不可能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人。这个结论似乎与你之前的主张截然相反。在你看来，人之所以会相信一件事，是因为有了相信的意志，还是因为有了可以相信的事物呢？什么意思？我想要相信自己的同伴，这是我的意志，一切的基点。但现在出现了一些与之冲突的事物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答案是我依旧选择相信同伴，而为此我必须先怀疑他们。这就是我的主张，牙医女士。你现在的口吻又不像是一个魔术。抱歉，还没和你说过，在舞台上我是黄昏纪元的魔术王，毕竟我是个天才嘛。你听说过推理要在演出前吗？本质上是一样的事。其实在你来之前，我正打算独自开展调查呢。既然你也对事件的真相充满兴趣，这样一来你也可以当我的证人。毕竟作为侦探，最重要的就是自证清白。威尔威，我还不能信任这位英杰，他不过倒是可以先看看他的手段。
不接受你的提议，不过我也会保持警惕。那正是我想要的，这样才能得到公正客观的证言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还要做些准备。啊，这座游乐场你之前没来过吧？不如先在附近参观参观。瞧，那边恰好有一位很合适的向导。那是。是妖精管理员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呀，是可爱的人类，你是特意来见我的吗？我好高兴啊。哦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道义室搞成了那样，我只好到游乐园来散散心了。哦，怎么了？垂头丧气的可不像你啊。奇怪，成熟的我没有和你在一起吗？居然丢下你一个人，很不好哦。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艾莉西亚，她消失了。消失？啊，是说她藏起来了对吧？是捉迷藏，我最喜欢了。好过分啊！我也想玩捉迷藏。我和你一起去找她吧，好吗？好吗？嗯。这是太阳系。可爱的人类不光勇敢，学识也很渊博呢。答对了，这是模仿太阳系运行的天体仪哦，看着它就像置身于宇宙中一样，很美吧？虽然是游乐园里少见的设施，不过确实很有它的风格。下次做这种危险的事的时候，能不能提前？海盗船可是游乐园必不可少的经典项目呢。不过每次到最高点的时候，我都会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不敢往下看。原来妖精也有恐高症啊。才不是呢。Thank you.
这就是本乐园人气最高、最受欢迎的项目——摩天轮啦。从这里可以把整座游乐园的美景尽收眼底哦。还有个非常浪漫的传说呢，你想不想听呀？谢谢，等下次有机会吧。要说紧张刺激的项目，那一定少不了旋转飞椅。虽然我自己就能飞，但每次做这个的时候还是心砰砰乱跳呢。那为什么还要做？可爱妖精的大冒险，偶尔也需要一些惊险刺激的桥段嘛。好险好险，差一点就掉下去了。牙医姐，这种时候可不要开小差啊。好险好险，差一点就掉下去了。牙医姐，这种时候可不要开小差啊。哎呦，牙医姐，下次做这种危险的事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说一声？哎呦，牙医姐，下次做这种危险的事的时候能不能提前说一声？再来几次，我的心脏可受不了啊。快看快看，这可是环绕游乐园一周的过山车哦，可以360度俯瞰游乐园的景色，是我的心仪推荐第一位哦。是不是心动啦？等找到了成熟的我，我们一起来做吧。好，你真的对这里很熟悉呢。毕竟是以成熟的我的记忆创造出来的，对我来说也像家一样啊。艾莉西亚的记忆总是像这样充满了欢声笑语，就和她说的一样，是一切美好的体现。不是我自夸哦，这里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呢。不过真奇怪，哪里都没找到成熟的我，他可真会藏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他向我们发出的挑战。哼，我这就帮你去找他，不要小看了妖精的力量哦，可爱的人类，下次再见啦。还是先回去跟威尔威会合吧。你回来了，趁你参观的这段时间，我也打点好行囊了。接下来，首先，我们就从平日里不常见的异状入手。看，一群从未见过的客人，或者说，其实他们是主人，我们才是客人。一无杂，
这些怪物和这座游乐园给人的感觉很像，毕竟是艾莉西亚的记忆空间，就连其影响，如果艾莉西亚的意识连怪物的形态都能影响，比如来这里之前褪色，你没有见过，一开始我以为他们，但现在看来我倒是没遇见你说的那种，但换作是我的话直接去，确实有这个比。还是没想好要画什么吗？嗯，今天的颜色都不喜欢。要不要去其他地方看看？我算了，科斯摩，我今天不想画画了。看来像这样漫无目的的闲逛不是办法，这样也好，否则我始终无法安下心来，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到格雷修。好吧，那我们也调查一下，但一旦遇见危险就躲到我身后。嗯，我知道。先四处走走吧。怪的颜色，似乎没有什么异常。骑士先生，越多了。格雷修，到我身后。哦，没事吧，格雷修？我没事。看来是赶上了呢。雷之律者，我们有些事要找格雷修，就过来了。我们？当然还有我。这是怎么了？每个人都要把置人死地的武器往我脖子上靠一靠吗？维尔威，他是和雷电牙医一起来的，换言之他现在也是知情者。下次别这样了，现在不是表演的场合。还是来聊正事吧。科斯摩，刚才和你们战斗的怪物是格雷修画出来的吗？不是，今天格雷修一笔未动。那会是他之前画出来的吗？不是的，牙医姐姐，虽然他们身上有颜料的味道，但那种颜色很奇怪，不是我画的。
那么，是有人利用了格里修吗？在乐土中，谁有这个能力？牙医姐姐是要找奇怪的颜色吗？这样的话，那里还有哦。格里修，你能追踪那些怪物的气息吗？嗯，不过，只有一点点了。去看一下吧。又有两位助手加入了呢，让我想起和科斯摩一起演出的时光。人体切割、木桶插剑、水箱逃生，很多精彩的表演哦。以你的标准来看，这些节目倒是有些普通，和我们的时代没有太大差别，只要利用装置上的机关。啊，没有机关了。为了创造空前绝后的魔术，我特意使用了没有任何机关的道具。一向沉默的助手在钻进箱子后发出的惊呼，我至今记忆犹新呢。这已经不是魔术了吧？还是走吧。就是这里，快比臣服于我。爵士先生，出现了褪色的怪物，那一只是轻轻松松消灭了，但那只怪物我似乎在哪里见过。奇怪，怎么会？格里修，奇怪的颜色有两种，那些褪色的怪物身上有我的颜料，可另一种没有颜料，只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科斯摩，我们有帮上牙医姐姐的忙吗？也许吧。阿波尼亚妈妈那里会有危险吗？有一定在的话，应该没问题。我们要过去看看吗？不，就像伊甸说的，我们应该远离危险。科斯摩骗人。格里修，你明明不想